我是帕克来的日子舞台剧的作者蔡继光。我虽然写过不少的剧本，但都是电影剧本，这次是第一次写舞台剧。但是写这个帕克来的日子舞台剧的意欲和冲动是从来没有那么强烈过，因为这个是真人真事改编的，不是其他人的，而是自己的。讲自己和自己的同学和挚友痛苦和快乐的历练，还有反映和描述那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在美国加州伯克莱这个美丽的大学城，我们目击过美国学生的言论自由、人民公园和反越战、反建制等的运动。我们全心全意地投身在保卫钓鱼台运动，我们激辩过、示威游行过、演过话剧，我们挣扎过、迷失过，我们受过伤，我们彼此相爱过。剧情大部分都是真人真事改编的，主要的角色有四个，几个真人原型的学生的性格和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合拼在一个人物身上。为了增加艺术性和可观性，剧情和人物亦都有虚构的。剧中有一个不明显但是很重要的角色伯克莱，所以用这个城市的名字作为剧名来点题，希望观众可以用多一个角度或者层次来欣赏。